城市吗？还是说全面的放松？三十多是各有各区自己控制嘛，那肯定是每个区每个区不一样。那您看好今年哪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？啊？哪些？比如说看好一二三四线这些城市，哪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？我觉得今年二三线会好一点吧。二三线会有量价齐升嘛？